喂，喂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都顺利吗？赵总，哦，顺利。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呢？我昨天见过裘碧正，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。哦，那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？人都回来了，钱被骗了，你还就顺利？怎么就顺利了？你还在这干嘛？为什么不回来？什么时候死回来？我问你。许文夏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非常生气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不告诉我！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？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，懂吗？你放心，赵总，我不会携款潜逃的。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，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，合同是我定的，字儿是我签的，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。听好了，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，但是命就一条啊。快过年了，回来吧，好吗？哎，你胸围多少？啊？